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 SUN 有新汽车业务专员阿志。那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这台七代小改款的雅阁啊，它是2007年的，它小改款四样哦。那我们看到的是它的头灯部分，镜钻是倒掩式的头灯，好、哦，是它小改款之后就不一样的地方。目前是跑110304，哦，里程数非常之少。这个年份，2007年以这个里程数来讲，是真的跑得非常少。哦，那它的之前的保养记录也都是在的，虽然没有在原厂保养，但是它基本的保养都做得非常十足。好、哦，然后它整体的内装啊，以这个年份来说，是真的非常难得的，因为保持得非常完整，也非常漂亮。哦，那再就是看到我们方向盘部分，方向盘部分整个皮革啊，整个质感都非常好。哦，不太像是那种已经十几年的车款了。然后它的头灯部分，它是有 auto 的自动头灯功能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看到这边，哦，中控面板呢，这个是原厂的影音。那下面哈，它就是有自动恒温的功能。好，然后 Sonax 下面的 Sonax 空间也是非常的足够的。那这台车它是有天窗设计，它是中阶的版本，哦，所以你看到这台车它是有天窗的。基本的安全配置就是双安全气囊，哦，加 ABS 这样子，基本的安全都是有的，哦，不会因为年份的关系而没有这些安全配置的配件。哦，它是 2.0 的，那马力输出马力呢有150匹的马力，哦，这台车。我们也做过 ES 认证，那基本上也是有检验报告可以让各位观众看的。好，那它这种像这种车的年份哦，我们最怕就是车身锈蚀部分。那你像看到它的引擎室上面的挡火墙的部分都没有任何锈蚀，车身号码的字样也是非常清楚，整个避震塔、整个车身结构哈都非常漂亮。好，那今天为大家介绍就是这一辆2007年小改款的七代雅阁。好，那如果有喜欢这辆车的朋友的部分，我们现在官网售价是198,000。好，如果有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来电预约赏车。那喜欢我们这支影片的朋友们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啊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谢谢各位。实在就是 SUM。